You are approaching military restricted zone declar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不用，准备骑射，左前两枚导弹。 在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啊，也练就了学员。 右舷四，攻图点一，北。幺五三点六，北六点零，三幺。副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都要拼，右舷67度，距离9列。 刚进入演训海域不久，由江门舰扮演的蓝军便打破操演的惯例，率先雷达开机，很快锁定了肇庆舰的位置，并对其发起了导弹攻击。这让第一次担任指挥员的学员王荣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目标，这个是6连的岗，这一队应该是2连的岗。我感觉做个目标，别玩丢了。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对实际情况掌握的还是不够。 之前都是按照操演来，操演的计划是在保持一个静默的状态，到距离目标20海里的距离上开机，然后开打。但是今天早上我还没前进到20海里，我还在保持静默的状态在前进，对方就已经在25海里左右的距离上发现我，并且对我发射导弹了。 成为一名海军舰艇指挥员是王荣佳从小的梦想。2进3。大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潜心钻研每一场海战，立志要在将来走向战场时打胜仗。可是没想到，第一次担任指挥员就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舱面各区划加强对海对空观察瞭望，各战位做好损管占救准备。 蓝军打破了以往的演训规则，抢占了先机，却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此时，红军需要立刻发射干扰弹，同时快速转移，才有可能转危为安，否则将极易被来袭导弹摧毁。
但指挥员王荣家却没有下达转移的指令。准备齐射左舷两枚导弹，关闭通风，人员隐蔽。在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这个导弹先发射出去，不管最后对方的这个空中威胁最后有没有对我造成命中，至少我对敌是发起了一次打击和进攻的，保留了消灭敌人的可能性。八个箭子，26导弹发射准备好，人员隐蔽好。好，发射，炮弹发射。八个箭子，导弹发射完毕，发射场消耗18000导弹两枚，人员安全，准备良好。好，护炮系统做好对空抗击准备。护炮系统做好对空抗击准备。来之前，我对我自己将来的这个岗位任职，主要要进行的工作，包括我以后的这个工作环境，可以说是就是两眼一抹黑，完全不懂。在有了这些如此多的训练，还有完成了这么多的任务之后，我感觉现在自己对以后的第一岗位任职是有比较大的信心的。这次实战化演训，让王荣家第一次闻到了战场的硝烟味，也找到了敢打和必胜的决心。在海上巡逻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可疑商船，然后他可能疑似在走私啊，或者携带什么违禁品。我们这个在海上执行巡逻任务有义务，要把这些不法行为，包括不法分子，控制在国境线以外。4:12开始点。按照预定方案，临检拿捕小队分三组对商船进行搜检，二组、三组负责制服危险船员。清点违禁品，一组直抵驾驶室控制船只。不要！就在队员们以为成功控制了商船驾驶室的时候，
一名船员突然控制了正在与舰只通联的队员，并拿出手榴弹拉开了引线。驾驶室报告两名，所有人马上向20级支援，后退，给我后退，对，后退，向后仰，马上后仰。此时的暴徒是肇庆舰舰员王居冲，每一次学员执行临检拿捕任务，他总会主动申请扮演暴徒，给学员们出不同的难题。把人质放下，把枪放下，我们马上后退。但是拿出手榴弹还是第一次。我的目的也是带着船从镇海区驶入空海，摆脱军队的临检拿捕。我们在进行临检拿捕之前都有相关的预案，所以我想我们的其他队员应该是有这个应急处突的能力，能够制服歹徒，完成这次任务。You are suspected of carrying embargo goods. We are under commander to take care of you. 别动！别动！控制住了，在岗上。最终，虽然临检拿捕队的队员们合力制服了暴徒，控制了船只，但在舰员王居冲看来，学员们的表现却没有拿到高分。因为有暴徒心理是很急躁、很极端的，他随时会引爆手中的手榴弹。我预期想的是，应该是学员呢先安抚暴徒心理，使他情绪稳定，寻找机会伺机击服他。在操演当中做出的任何的这个处置动作也不是儿戏，即便到了真正的战场环境下，我相信我们每一位这个队员也会做出这个同样的选择。此次临检拿捕任务，学员们虽然没有得到高分，但是他们无所畏惧的精神得到了导条组的认可。完成了一天的对抗演训，学员们开始按组分时段值更，目的是提升操作舰艇的技能，观察不同海况对航行的影响。最晚的一组学员值更是从凌晨3点到5点。见面一会儿会加蛋、加肠、加鸡排，还有肉松。是给这个夜间值更部位送到站位上的准备的餐食。这个我们每个保障的这个层次啊稍微提升一点啊，这个大家的获得感会增加一些，我想对这个战斗力的生成还是有一定的保证作用的。别看我们这条舰有20多年了，但是我们的一些新购置的一些装备啊，是特别一些炊具啊、保障类的用品，我们还是很用心的。购置了一些咖啡机啊、新的饮水机啊，包括冰淇淋机啊，学员我们学员和舰员们都能享受得到啊。我们想啊，这个通过我们自己的这种提升啊，让大家有更好的获得感。把做好的夜宵从厨房送到各个站位，要在摇晃的舰艇里上下攀爬陡峭的铁梯。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手里什么都不拿，也是一件难事。而常年在舰艇上生活工作的舰员们却如履平地。你好，冬雪，知道现在辛苦了，饿了吗？有点饿。我们准备了夜餐啊。谢谢政委。这是煎饼果子，这是奶茶啊，给冬雪吃。啊，赶快吃吧，天热。周颖杰是这批实习学员中为数不多的几名女生之一，面对这艘特情频发。比他年龄还要大的舰艇，他不仅没有失落，还找到了其中特殊的意义。距转向点还有1分钟。打击目标，跟我之前在学院院使馆看到的那些老式的水面舰艇比较相近，其实也是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的，因为知道我们肯定是要从最艰苦的地方去学会打仗，而不是在最高端的设备中去找一些方法。而且会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大区大户上他们那些装备到底应该怎么做，在这些装备失灵的时候，我也可以用我自己的办法。
这段时间在舰上感觉怎么样？辛苦吗？不辛苦。其实要说不辛苦吧，其实，每天也是就正常的学习训练，感觉到很充实，但是没有那么累。如何让我们这艘老旧的舰艇缩短与现在作战部队的新装备的代差，提升我们交战能力？现在我们主要集中有两个做法，一个就是培养舰员到新制的作战部队去实践锻炼，去学习，他能够对新型作战力量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作战性能啊，作战参数，包括作战理念的深入了解。其次呢，我们这次宝藏学院毕业班的实习，我们还联系了作战部队一些主流装备，这样可以保证学员在我们实习的期间啊，带着新装备思想去操练操演，将最后一公里的这么一大步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一小步。从实习开始的第一天，舰员们全天候和学员一起参与演习，为了让学员们有更好的状态，很多舰员都让出了自己的床铺，睡在各个舱室的桌上地上。因为我们满载舰员已经很多，床铺已经不够，但是再加上学员在驻舱以后，我们肯定有一大部分舰员住在站位里，但是对学员相处来说还是比较愉快，探讨这个装备上的问题，或者是他们了解到最新装备的战斗机构性能和操作使用，我们都会向他们学习。从来到这条舰第一天开始，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倾囊相授，让我们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把我们的这个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掉。所以说我感觉这次来了之后的收获真的是不是简简单单一段话就可以概括完的，我自己心里感觉相当充实的。出海实习对我收获非常大的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就是基层的环境，我觉得也是提升战斗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你要先能把本部门的人，甚至说整个一条船上的人要团结起来，要拧成一股绳。那我感觉我们的舰艇呢更像一个首长，有专业舰长的专业骨干啊，也有刚上舰的舰员和学员们的短板，在我们不断的实习训练当中啊，不断磨合，不断帮带啊，取长补短，最终啊，我们全舰的力量就会汇聚成一个拳头啊，发挥出全部的战斗力，重磅出击。好，行啊。
每一位这个队员也会做出这个同样的选择。潜艇的话是一共有6海里，在它到达这之前就等于每把看每两架飞机同时进行点水搜索，4个点，分别是11、12、21和2-2。距离这个潜艇的航线。演训前一周，两艘舰的20名反潜专业学员对反潜方案进行了答辩。学员分组阐述方案，相对成熟的方案最终可以在演训中使用。距离相对多少？基于课本里掌握的知识，他们的方案能否经受住实战的检验？那重点搜索扇面60度-0度。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目前飞机和舰艇各发现了2批可疑目标。对于当前的这种情况，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和计划吗？现在潜艇已经突破到我们最后一道风控线，我们现在已确定了潜艇可能存在的重点方位，我们将对该方位加强搜索。声呐重点搜索方位32栋-35栋。58已对目标稳定跟踪，左舵时航向26栋。1528。就在学员们以为抓住目标时，刚刚侦测到的潜艇信号瞬间消失，多方又传来疑似目标的信息。面对各种突发状况，第一次担任舰长的学员王博涵感受到战场的变化莫测。此前花几个通宵研制的厚厚的反潜方案已无法再继续支撑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前期做的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最大可能的完成对该区域的整体搜索，但是我们一旦发现了可疑目标，我们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应招搜索。一方面要保证我们整体搜索区域的搜索效率，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及时对目标进行查证，一旦发现目标是潜艇，我们将立即组织攻击。现在转向18栋，改18栋。2-1。随着方案的调整，王博涵也及时调整了状态。他意识到这场仗远比课堂上学习的要复杂得多。报告舰指，方位动65，距离10链，发现疑似目标。左舵15，航向动6栋。2条舰来加就总比你1条舰要好吗？是吧？这个要把它这个编队的这个力量要把它运用起来。我第一次，走出了纸上谈兵的范畴。我第一次真正的处于一个战场中间，舰艇是由我指挥的，直升机也是由我调动的，然后目标也是真实存在的潜艇，所有参数它不再只是白纸上的一纸数据，而是真正会体现在我们指控系统上的这个目标的态势。此时潜艇已经进入到风控区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突破，再想找到它将如同大海捞针。因为我们的水面舰艇对于潜艇来说是没有办法隐身的，我们的噪声对于潜艇来说就是在他耳边敲锣打鼓一样，我们在哪里他们随时都能掌握，所以更需要我们采用周密的方案以及一些出其不意的机动路线来逼迫潜艇投无路。终于在直升机和编队协同搜索下，舰艇发现疑似目标。指挥官向全舰通报敌情。
多方面因素，在最短。能否完成任务，成败在此一举。航向两拐洞，航向两拐洞，两进一。在火箭深弹发射前的最后时刻，谁也不敢有丝毫差池。舰员和学员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右舷25度，12.5列。打开正面一组，左炮俯仰，左炮方位，右炮俯仰，右炮方位。充电，谢谢，知道。一炮响，发射好。报舰指，人员隐蔽好，发射准备好。发射，发射，发射。历经3.5小时的搜索，学员们排出多个假的目标信息，临时调整作战方案。面对老旧的声纳系统，手动操作、航海测算等各种困难，依然完成了搜潜和打击任务。就很激动，我也是第一次参与到这种跟潜艇配合的任务中来，然后也是我们通报的位置点很多也是正确的，感觉自己意义被放大了，非常激动，因为确实是在我们的指挥下发现了潜艇的踪迹，然后成功击沉了潜艇。我最大的收获是在设计方案的时候，你不能给敌人留后路，但是要给自己留后路。我们的方案要尽可能的达到一种比较普适的状态，不管任何情况，我方案里面的一部分都可以被我拿出来即插即用。从大连舰院毕业的学员大多都有着同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舰长。可当听说要到肇庆舰这艘比很多学员年龄还要大的老装备上去实习时，他们却产生了畏难情绪。江门舰和肇庆舰结合正在开展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组织了一场辩论赛。随着我们这个舰艇的老化，故障率频发，像我们的一些雷达呀、主机啊，包括一些这个操作系统啊，发生故障的时候啊，我的班长会非常熟练的把这个故障去修复啊，而且在修复的过程中啊，也会给学员展示，这样对他理解装备、理解装备的原理，那乃至于以后操作装备，提供了自己的思路。我是本次辩论赛的主席郑子言，今天辩论赛的主题是正方。辩论赛的正反方代表分别是舰员和学员，他们的观点分别是在艰苦的条件下更有利于奋斗，和在优渥的条件下更有利于奋斗。操作班长说，我穿过暴风雨，我穿过台风的中央，我见过世界上最高的海浪，但是我活下来了，我成功把军舰开到了旅顺西港。奋斗的本质就是在于走出舒适区，就在于挑战不舒适，就在于在逆境中磨砺自己。优渥的条件为个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高效的资源利用，从而促进了奋斗的效率和质量。优渥的条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知识资源，这些资源能够为奋斗者提供必要的物质知识和知识储备，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目标本身，而不是被基本的生存问题所困扰。结合我们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啊，进行思想激辩，这样在辩论的过程中呢，真理越辩越明。
学员呢就把正确的思想变出来了，解决了思想问题，后续的实习工作开展就顺利多了。主炮出击，打击目标，动动动腰皮，同步指对海。五天四夜的实战化演习进入到最后阶段，学员们将要开始一系列实弹射击考核。主炮射击的当天，海上下起小雨，同时螺钉出现故障，无法使用，只能依靠手动校准。还能不能打？能打得准吗？每个学员的心里都画上了问号。这是第一次参与主炮是对海实战射击训练，如果预选准备准备不好，在射击后的过程中，射击修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指挥员看都看不懂，不知道如何修正，或者说一紧张修反了，那也会导致打不中目标。对海射击，高的杀不准，中央自动瞄准，中央自动瞄准，核观测，核观测，预先修正，预先修正，向右移，向右移，加二点三。加二点三，准备好，报出去，报出去。宋锦涛，2018年参军入伍，作为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的首批舰员，他深知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才能让新型装备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为此，他默默努力，在2020年成功考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军校四年的时光，逐渐改变了宋锦涛原本内向的性格，他意识到一个人再强大，也抵不过战友之间团结协作的力量。这一次主炮实弹射击，他更是深有体会。专项发现目标，稳定跟踪。是安全，是安全。一起完毕，一起正常。预备。各站位的学员们一起克服了螺钉故障的困难。手动校准精度，在恶劣的海况下完成了他们军旅生涯中第一次主炮实弹射击。这毕竟是个全舰协同的工作，前方部门的所有兄弟们一起都在没日没夜的忙活，从设计方案制作呀，再加上预先准备呀，但到最后结果可能呈现的不是很好，感觉有点辜负全舰的一个辛苦付出吧。62度，走出象牙塔，走向站位，四年寒窗苦读，五天战风斗浪，从学员蜕变成战斗员。这场毕业大考，有喜悦，有遗憾，所有的收获将成为他们未来走向战场的底气。建军联合，主将就职。你是听说过来到这儿保障很好啊，全都会交给学员啊，根本没有想到这儿的官兵会对待我们像真就像亲人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很感动，就像传帮带一样，如果有下面的人过来，咱也会虚心的去教他们，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将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理论知识也和实际使用武器的这个实践都相结合起来，我也知道了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百人共操一杆枪，百人共架一条舰，就是这些团结协作的人。我的第一任职岗位，航海部门副部门长，我就想做一名合格的，然后一步一步的成为良好的，只要成为优秀的航海部门副部门长，就是我的第一任职岗位，我要把它做好。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分男女，但是在战斗的时候，在战斗警报拉响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是战士。舰艇的存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方面是流动的国土，一方面是国家意志的延伸。如果我作为一名舰长，我能代表我的国家在我们国家利益所需要到达的地方伸张正义。五天四夜的海上实兵对抗演练结束了，这是他们为学生时代画上的句号，也是他们即将走向部队的开始。参加演训的学员中，为数不多的几名女兵悄悄留下了他们对肇庆舰的不舍和祝福。全体舰员，五天战风斗浪，感谢你们一路相伴，
祝一帆风顺，万事胜意。祝五六三舰去更远的地方，见更广阔的大洋。五六三舰，感谢相遇，再会。我很自豪能够成为一名早点指挥官，这份殊荣指引着我更适应这个时代。希望你们在踏出校园奔向祖国万里海疆之际，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奋斗。明年我就要退休了，作为一名老兵，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广阔的未来属于你们，人民海军大有可为，祝你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